非常高兴要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王品的董事长，就是陈守威。王品集团创办人戴胜义去年卸任董事长后，持续出脱持股，周四又升让了600张持股，累计今年戴胜义和妻子共卖出王品6852张股票，以股价140元推算，出脱6852000股，因此戴胜义就有9.59亿元的现金入袋。戴胜义人在国外，无法取得回应，外界都关心戴胜义持股剩下1342张，只要再卖出77张，就能达到解任董事职务的门槛。是不是想借由这个方式完全淡出王品？王品集团只说今年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再以王品前10大股东来看，戴胜义在基金会持股仍有8%的比重，可见他还是主要股东之一。